的位置上，除非你不想写字。好，我们就是要有写字的位置就不要上胶。然后弄一弄之后，我们旁边会有一个透明的那个袋子，那我们就是做完之后干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包带回家。那其实很简单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创意是属于自己的，然后每个人都会不一样。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很开心。那个上胶完之后粘上去，可能因为我们干燥液的部分比较脆弱，所以不要太大力去扯它，它很容易就会断掉。好，然后干燥化部分的话，也不用整朵，你可以就是把它在。减小再减小去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点缀部分会很漂亮，它蛮彩色的。好，要谢谢大家玩的愉快。那桌上的笔啊跟剪刀都有限，那如果说你这边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去那个画桌，像我们前面这一桌没有人，就可以来这边借嘛，好不好？就互相运用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开始喽。